但是耶稣的做法，耶稣是明白的。啊，对啊。耶稣在讲，你要甲我抓，要甲我抬，我就要抬啊。那我讲这，我这个就是讲，不是讲咧有理无理，是讲耶稣是安尼做的。对，安尼做。耶稣是安尼做的。啊，咱若要照伊讲，咱来学下耶稣的教示，咱来这样做呢。对，所以就是咱大部分人做袂到。你袂到。我甲想法同款。对啊，你袂。我较无多讲迄个我的姓名任人宰割。对啊。你安尼像今仔日，若算一个独裁者来，迄个靠力量的独裁者来，大家就拢爱变做伊个义务伊个。啊，你说说，你说是干干咪来学？问你这个，那你袂学无？我知有人学。嗯。我知影大部分人学袂起。嗯。我是做产的，我做产的出身的哈。阮去做产的时呢，中昼十二点，做伙就爱去扫扫地嘞，去扫扫，等你迄个家长骂门。介多目的就是讲，你夜肥夜哪落来吼？未叫注意嘛？未去哦，迄个杂草踢破。对啊，对啊，所以这是有目的的。对啊，对啊。所以伊个首先恶人就是讲爱惜这些人嘛，伊就是。purpose 里面，你所有你最好的嘛。对啊，你要消灭我嘛。对啊。啊，你若同性恋，迄个，迄个不管你何些感情，两个分开的，对吧？两回事。啊，对啊，两回事啊，迄个伊个面跟你相爱嘛。对啊。耶稣在讲的，耶稣做予咱看的，就是伊无分啊。耶稣做予咱看的模样，就是讲，反正到尾拢我赢啦，你。起码暂时咧赢是不要紧。咱未赢咧，是啦。趁钱啊！我咱我咧只只输机啊咧。我咱无共款啊。迄个买啊，含迄个迄个。五十啦。我刚才刚死一届尔。哎呀！也算是当复合啊，但是我是刚才刚死，刚才刚死。钱发得较紧，迄皮啊发得较紧，够夸张诶。所以你就无小心啦嘛。对啊，你提高落去啊。对。啊，就是讲耶稣诶教示有一部分，就像安尼，咱人卡通就无人接受啊。对，我是人家，我是人家，所以就是讲，耶稣的道理，上帝国的道理，实在是无可能无人100%接受的嘛。所以就是世间无可能有人会当去取代耶稣嘛。无可能有人讲我已经完全人离开，我最近想到这新的题目，这嘛是我的新的生命一部分。咱敢有要控制无？晓得讲，有一只我会当讲。上帝国的道理我拢知影，我即马讲出来拢对啊，所以上帝嘛免阁甲我讲话啊，我嘛免阁甲上帝讲，因为我拢知影，我毕业啊，不可能啊，那我们你来查你毕业吧，对啊，所以就是讲，所有的世间的宗教教会内底政治拢出在遐嘛，但是正到尾死啊，讲我对你唔对，啊就咧坐嘛，对无？啊其实，迄个我再来讲迄个所谓教是这项代志。好快的 case 就是讲，咱拢无可能拢总了，咱无可能拢总了解耶稣是安怎要叫咱来做，伊有安尼叫咱做无？伊有安尼做，伊敢有叫咱安尼做？我唔知影，我无研究过遐深。耶稣真正是有安尼做，包含讲彼得也得到起来 defend 嘛，耶稣都甲修理好，好势，彼得无代志嘞，我捌直接讲是讲，迄项代志足 amazing， 速度紧甲。比着亚多人少年啊，竟然无代志啊！就你讲亚索比迄马啊，甲好袂迄款，你讲即敢甲爱，即个亚索迄阵的比伊到引申到爱死。亚索是用迄譬如即标准，伊个唔是伊唔是咧讲好人嘛，伊是咧讲咱唔免小心要去处理打掉遐歹人啦。迄亚索无交代咱去。放弃去做遐战争啦，我的了解是安尼啦。咱伫这个世间，咱唔免去战争，唔免去占讲我赢你啊，啥？尊公对拢总输，伊也无烦恼啦。哦，这是我所了解，因为伊迄个关系伊啊嘛。但是咱的烦恼，你对啦。讲咱就是烦恼，所以就迄个故事，迄个譬如在讲开始的就是讲。咱就是会烦恼，咱放袂开咱人的迄个思考嘛， <Yeah. S 2> 所以咱就永远无可能全部对啊，都对到一百点。哎，这嘛真清楚的，无，那是无可能嘛，对吧？啊，但是我知影讲，但是无可能，伊就起码你从口口声声咧讲啊，你就是爱荣耀上帝，爱叫耶稣模样啊，荣耀上帝啊。我知影讲有人做到，就讲足侪牧师拢会去鼓励迄个叫做
一个叫做托里萨呀，潘霍华迄个牧师啦，德国人，哦，迄个到德国要导航几点钟前去互站头呀？牧师哦，牧师啊，去互出席嘛，哦，纳粹，哎，出席了无咯？无几点钟，德国答案，啊，那是德国战败，啊，当时伊是因为伊参加要暗杀希特勒，啊，去互安尼牵出来。伊是幕后，伊有参加迄个集团，啊，所以拖出来，啊，所以伊怎伊用关，啊，然后来就是怎死刑。所以你的 point 是啥？我的 point 就是讲，这个人做有够，伊放走伊的性命去嘛。做有够。伊但是伊头前要甲暗杀，暗杀希特勒嘛是，迄嘛是去共款啊，伊袂。对，啊，当时要暗杀希特勒的结果就是讲，我有可能。伊无死是我死啊！你要参加暗杀十个工作，你就是要来干过。但是我听个不无关系。你上面在讲的，伊就激动的心，你搞什么？啊，你嘛是一半一半，就是跟咱讲讲，伊要抢，伊要调。有一半，伊咧，总是有一半就是讲，拼无过就是拼无过，迄个免讲啊，迄个一定是爱好处理的，是讲伊是从创死的，伊也毋是干自杀死的啊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当时就是讲，我咧讲就是讲，伊甘愿拼伊的性命出去，迄边啊，啊，迄部分。那要拼性命足济啦，对啊，足济啦，太济啦，伊无什么。现成花千去叫拼掉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而且讲安尼啊，你想得无？迄阵啊，叫暗杀死吼，伊叫我哋两年啊。对啊。所以伊是 risk 伊的性命，伊救人的性命啊。对啊，对啊。当时我个人嘛，一个认识就是讲。伊若无去予处死刑，伊个成就无遐大嘛。啊，伊结果论啊，无，伊无啥物成就，伊无完成啥物代志。总是因为伊去予台死了，伊煞变作足出名的、足重要的神学家。所谓啊，我袂想哦。无啊，全都是伊所相信、伊所咧传的物件，都去予传出来嘛。伊伫神学伊咧教。伊是先来教授，所以你是讲伊若要死，伊的理论。伊就是普通人，有哪死，无一定啊嘛，歹讲嘛。伊无死，反正嘛是有可能。你讲安尼，像迄个台湾那郑南榕，伊自焚，然后因为着要甲这个所谓的言论自由这个保护，后来当浮上台面了，所以这嘛是一个真大个事。拢爱死家属，你的理念哦，牺牲很足济啦。对啊，对啊。我咧讲就是讲，这个人其实拍笑哩，伊都对着耶稣去部分啦。对着耶稣去部分讲，我甲你拼命安尼。有啦，这足济啦，你有只拼命足济。其实都是咱大部分人做袂到啊。啊，对啊，你。